为了陪伴社区长者提前欢庆九九重阳节，吉安乡公所特别结合了后山巨方、慈济医院共照中心，共同为长辈带来重阳敬老系列活动，以歌仔戏、布袋戏、舞台剧等多元方式来推动世代对话，找寻文化记忆，也唤起各界对于亲情、孝道及敬老甄选的重视。我们家大家好，啊，天气冷呀，啊，老婆掉老五个，你就全部都完蛋了啊！啊，那我给你公布了以后，啊，你我等于说这个，以后我来我这白族的后辈子啊，啊，啊，你回应不听我，我这里呀，呵呵。吉安乡公所为了陪伴社区长者提前欢庆九九重阳节，特别结合后山巨方、慈济医院共照中心，共同为长者带来重阳敬老系列活动，以歌仔戏、布袋戏、舞台剧等多元方式推动世代对话，找寻文化记忆。而九号上午在阿美文物馆所登场的是萧天正民俗布袋戏团所带来的戏码《知恩图报》的老虎，其中还运用巧思融入了反酒驾的宣导元素。朋友，我请问你，要问什么了？每个人都两只手两条腿，你怎么只有一只手一条腿？我拍这个了，谁来拍这个？我想让他笑了，谁都让他笑，你想到自己靠自己笑，他不懂，你懂不懂？我懂，你就回家了。好。看到了我们的长者回味无穷的感觉，认真投注的凝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九九重阳。在我们吉安的大家庭，大家都是我们的长者，我们相信会手牵手来护起我们所有长者在地方视讯宜居，也谢谢我们的志工，谢谢我们协力的社区发展协会的每一位伙伴们，我们相信在吉安是一个幸福、快乐、平安、世系宜居的银发乐活世界。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为吉安的付出跟努力。吉安乡公所结合社会力量，连续两周三出戏码陪伴长者共同看戏。除了八号由后山巨方为长者带来今年最新的折子戏《打金枝》，以及九号登场的布袋戏，在下周10月16号上午10点，还有一场2021我爱阿玛尼的舞台剧活动，同样精彩可期，欢迎乡亲携带家眷共同欣赏。记者徐立清吉安乡报道。